Hello，我是老林。我刚在这个地方睡醒。其实我不喜欢打帐篷，不过这个我这一夜总算过了哈，而且过得不错，所以就不要抱怨喽。我一个是我没有水。挺想喝水，昨天晚上也想喝，但是那总得要睡觉嘛，对吧？然后我昨天前天我一直在一个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高速公路上，那个很爽，没有车，那水泥啊好得很，我在那走。然后昨天不是说了吗？昨天跳舞，跳了我的1万公里的舞。碰到一个土耳其的骑自行车的，也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，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开车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开上去的。然后我就问他们要不要一起跳舞，他们说那我们也先喝一个，我们就喝了一个。大中午知道吗？就我们三个人，然后在高速公路的中间，没有什么车，我们在那跳舞。我拍下来了，过2周或者啥给你们看啊。对，然后前天打帐篷，昨天打帐篷。问题是这个地方虎狼很多，就不是狼啊，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灰色的那种灰太狼，是那种黄的，黄色的，然后比较小的，而且他们好像不会对人怎么样，但是他们会晚上啊，他们会一直叫，知道吗？他们那个声音有点像。像那种，好像他们在笑一样的，然后他们很喜欢欺负那些农村的那些小狗啊，就是就会很吵。就晚上我躺在这儿，我在想你们什么时候闭嘴？那些胡狼，那些狗，能不能全部都闭嘴？就听着有点像那种。德国另类选择 AfD 的那种党会。就是互相骂，在那狂叫，然后蛇很多。昨天我看到，最开始没有数啊，后来数了，16条蛇。好，反正这一夜也算过了嘛。今天晚上应该能到一个可以租房子的地方，可以，操，可以歇会儿，休息3天或者啥？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不会看顾问贵的东西了啊，我觉得浪费时间了。我首先不喜欢他那调子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那个档调不喜欢，然后我不喜欢他一直在那吹牛啊，他有多么有钱呐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那种土豪，我不爱看啊，我觉得没意思。我觉得他还不如开一个 Instagram，Instagram 不是专门秀自己那种豪华生活吗？然后我最不好理解的是，他现在啊，所以说我不是要问你们吗？他现在还是会绝不反席吗？席都玩成这个样子的呀，我以为你熊啊，你还不反席吗？公贵，是不是卧底啊你？而且这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还是你的口头禅吗？都2年了，那什么时候开始喽？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呢？啊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。我觉得这些事情很莫名其妙的，而且怎么是？我在 Twitter 上，我打开其他人的那个主页，如果说其他人发那种很蠢的那种言论。我有的时候会打开那个主页，看看那是什么样的人，支持川大大的，基本上也是支持郭文贵的，或者是反过来的，有可能是反过来的，支持郭文贵的就是支持川大大的，这是 Trump 了吗？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，真的很莫名其妙。就我的问题是啥？我的问题是郭文贵还是会不反省吗？而且，
一切还是刚刚开始吗？还是彻底开始了？然后你开始在那行动了吗，哥们儿？除了秀你的这种土豪的那种生活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啊？然后你一些阴谋论呐、啊，全是，哎呀，这个背后有一些什么黑幕啊？我对这些感兴趣吗？我不感兴趣，那全是那种党国的那种八卦而已。我对那些没有兴趣，我对民主感兴趣，法治感兴趣，言论自由感兴趣，这些公民意识我感兴趣。我一个土豪在那吃什么东西啊？他在什么游艇上啊，或者啥这些我不感兴趣。一个土豪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威尼熊有多么的棒啊，绝不反歇。”我不感兴趣。一个土豪跟我说：“哇，我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还有很多信息，我这是没跟你说啊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我晚一点再跟你说啊。”我不感兴趣，我真的不感兴趣，就是有点那种好像有的时候啊，可能，追一个姑娘，然后但是这个姑娘她不是真的想跟你玩儿，她对你没有兴趣，她可能只是想打发时间嘛，或者是不知道想利用你呗，或者怎么样嘛，然后就会一直说，一直不是说好像说，而是暗示，如果你更努力了，那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你更努力的话呢，就可能会跟你玩嘛。然后你一直这样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请他吃饭呀，大家出去玩啊，花钱呐、啊。然后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啥？他对你没有兴趣，我感觉有点像。然后不好意思，这个听起来有点那种好像，只有男的会这样追那种女的。反正我觉得反过来也是一个男的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哇，一个姑娘追我，我很爽啊，但是我对她没有兴趣，来让她再努力呗。我就暗示，如果她更努力了的话呢，就可能还有希望嘛。其实没有希望啊，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。我感觉这个郭文贵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一些八卦呀，我给你晒一些我的这些生活照啊，一些那种哇，我的土豪生活呀。我跟你说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料，总是说的是料，但是其实我就把你吊在那儿啊，这是我的感受，唉，我得开始收拾帐篷啊，我得出发喽，我得找个地方，从这个高速在那儿啊。在那后面，但是我得上去，上到那边去，然后貌似那很不好走。如果要上去的话，祝好运呗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。啊，对了，然后范冰冰怎样啊？中国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。拜拜。